有个好消息，在上海开业了20多年的本帮私房菜馆月湖翠，之前叫做大风车私房菜，现在也推出优惠了，8家店通用，分布在上海的各个区域，还可以使用包房，环境相当好，价钱也很实惠。这样一桌8个热菜、3个冷菜、1道点心，一共12道菜的6人套餐，店里啊要2640块，现在打2.2折，只要588块就可以买到喽。别看价格这么实惠，套餐里面的菜还是很不错的，银丝蒜香松叶蟹。你到市场上买一只新鲜的松叶蟹都要300-400块了，这道菜里啊给你一整只哦，蟹腿肉很饱满，加上有着10几年经验的师傅秘制的蒜蓉和龙口粉丝，放到蒸箱猛火蒸8分钟，做出来的蟹肉味道鲜得不得了。青花椒白水鱼用的是新鲜的大白鲷鱼，融合了川渝的做法，做出来的鱼肉既保留了鲷鱼鲜美细嫩的口感，又吸收了青花椒的香气。招牌的菜饭红烧肉、五花肉肥而不腻，香气十足，吸满了酱汁的菜饭比肉还好吃。3葱爆香牛仔粒，牛肉粒很饱满，葱香味十足。季节到了，时令菜也不要错过，雪菜咸肉煨春笋，这道菜呀只要一上桌，吃的人就知道春天来了。泰式香米焗海鲜，米饭香甜，吸收了海鲜的味道，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了。套餐里的冷菜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，醉香拼盘里面有醉虾、醉蟹和海螺，都是在秘制酱汁里面腌制了18个小时以上才能上桌。这个优惠活动啊，8个门店通用，用起来很方便，而且节假日和中午晚上都可以使用，关键是包房也可以用哦。家庭聚餐、朋友聚会的时候不想被打扰的话，买上一张直接到包房里面去吃，相当的划算。我在上海，大家都在。